雄狮鸡付快递，大家好，我是鱼炮。龙之队来到了 Y 城五栋宿舍楼，前队进到楼里，听到脚步声，自由条一个劲往上冲，生怕人头被队友抢了。右边一个大菠萝横拉腰射，自由条瞬间反应过来，将其打倒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刚刚在自由条的视角里，这个敌人的站位与狗哥的对标重合了，以至于自由条误以为是队友，直接连打带补掉。我操，我认错人了，完了。虽然反杀了敌人，但是自由条也是被打了个半血，赶紧回到楼里打药。这时候狗哥被打倒了，自由条来不及了，要赶紧上来架枪。 A 阳在另一栋楼被连打逮捕。狗哥在哪里？狗哥，我他妈架不着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快爬快爬，往你架。自由条架枪，狗哥往回爬，对面扔了个燃烧瓶过来，自由条冲上关门挡住，狗哥最终还是流血流死了。我操，这一波攻楼可谓是损失惨重啊，连掉两名大将。倒了倒了，啊！我关门去了，他扔火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自由条打上全能医疗箱，根据队友的爆点直接掐雷，目标就是正对面的小可爱。玩的又有一个成功差了，被他跑了，没有炸到，继续掐雷往楼梯口扔，活着就好呀。啊！我关门，不知道躲那个火去了，我操！原来小可爱在三楼，一个歪头红点 AK 扫射，他丢雷了，赶紧跑。自由条不喜欢跟人磨磨唧唧卡点打位，叫上直男直接干拉。冲啊冲啊！三楼，我听说在一楼啊。三楼。一楼。跳了跳了跳，看着听到了。小可爱翻窗跑去隔壁宿舍楼，自由条配合直男进行包夹。你慢点。一个连跳轻松越过，来到隔壁三楼。在楼梯口吗？还有雷吗？小可爱还在楼梯口，怎么都想不到自由条会从他的楼上下来，直接拿下人头。镜头一转，自由条也是玩起了杂技，探出身位，拿着平底锅，仿佛是在嘲讽在座的各位。一个致命撞车，自由条赶紧往紧急楼顶扫射，生怕此时有人探出头来一顿输出。刚说完，自然就被打了下来，紧接着又是连打带补。有人直接从楼顶跳下来了，这个小可爱有点不理智啊，紧急楼顶跳下来最起码得掉血三分之一，这个时候还不是两枪的事。小可爱还想当面翻墙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小看自由条了，直接连打带补。听到落地的声音，说明有人从楼顶跳下来了，趁现在对面还没莽过来赶紧打药。你这一撞撞的我透心凉了，不清楚对方还剩几人，换位拉开距离观察一波。直接顺起三个烟，哇，这难道就叫活命吗？啊，兄弟们，不行，不然我帮你报不了仇了。楼顶小可爱一个三倍死嘎，一波扫射被缩回去了。喂，围墙边一人干拉继续扫射，打中四发子弹，直接掐雷，越快越好，不给对方打药的机会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波教科书式顺爆雷将其炸倒。楼顶还有两人，各自一个点位，起身死嘎将其打倒。倒地两人只剩一人，此时不干拉更待何时？报仇！为直男报仇，为我们的。接下来就是一波手雷轰炸。妈的，直接攻楼！这里有个超级细节，自由条一想到倒地的人会爬到另一边的小可爱脚下，所以这个手雷瞄准了这个点，丢了一颗几何雷，精准爆破拿下团灭。妈的，直接攻楼！哦，炸死了！不愧是四指巅峰啊，不仅仅是操作上，更是意识上，不怕莽夫有操作，就怕莽夫意识高。镜头一转，亏拼小队也是直接找上门，紫色特斯拉直扎楼下，自由条一个跳跃站在楼边，红点 AK 打倒一人。接着又是跳上，再来一波。小可爱为首在围墙边一动不动，自由条反手一个燃烧瓶送上。小可爱也是怀疑颜色，自由条避其锋芒，将枪口指向正在扶人的小可爱。厉害了，我的老公厉害了，我的老婆，你的
看到对方的 ID， A 阳也是心生感慨，随条起身跳上补掉一人。是的，这就是蚩尤条，一往无前，不给自己丝毫退路。一个飞龙在天 ，AK 要射又打倒一人，对面仅剩的小开被吓得不轻，根本不敢乱动。AK 子弹完全打空也没事，掏出 SCAR 继续奋战。挑烟片走位，小可爱上当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、加收藏，每日更新给你最精彩的操作集锦。